鸡蛋放在里边之后啊，有人就说了，哎，你这个方法是国宴的方法，对、啊，这个不是国宴的方法，这是自创的，这是家庭的方法，家庭的方法，哎，家庭的方法，因为咱们有时候在家煎带鱼的时候说了，哎呀，姜婆，今儿你使的是不粘锅，自然是不粘了。其实我跟您说，您把这个鸡蛋裹上这个带鱼的表面之后，它就不粘，它就不粘了。啊，这是第一点，第二点特别容易上颜色，我们叫做上色。第三点是什么呢？第三点呢，也就是说呢，哎，咱们这个带鱼呢，这个本身的温度啊就不会太高了，啊，所以说大大降低了油温，这样吃起来更健康，不容易产生苯丙类的物质，致癌物没了。对，所以咱们。